在写什么？不能告诉。借我看一下嘛。不行。哎呦，借我看一下啦。就像那架飞机消失在天空一样，那个人也被风带走了。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，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，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，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。我现在还在风中寻找着你。